浸大視覺藝術院會在6月3日至25日在啟德校園舉辦本科畢業展。今次畢業展主題是 And Still They Move， 主要是想回應畢業生在一個變化無常的社會和在自身的成長裏面怎樣用藝術的方式去堅持自己的態度。我們今年有134個的應屆畢業生用作品展示關於信念和抉擇的思考。展品包含不同的藝術媒介，包括繪畫、陶瓷、裝置藝術、攝影等，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變化無常的世界。大家記得嚟啟德校園睇我哋嘅畢業展覽啦！到時見。